说实话，歪歪那一套我都扔下多少年了，别逼我把稿找出来。我没稿，主打 freestyle， 我有稿，让你哭哭嚎叫。别逼我把稿找出来啊，没有必要。你是不是馋我了？是不是馋我身子？给你看看奶。啊，来，爷俩套餐，研究员。来，这是挺要画面的。不然我走了啊，我可他妈是大网红，听见没有？给你画面的，什么活？来，我听听。谢谢。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一个微博，潮妈的话题可以聊吗？这里可以聊啊。你是谁？范德彪啊？不是奥德彪啊？对对对，是我。啊，行，不给我拜个年儿，也算老相识了。大头鹰，过年好，过年好。好，德彪来了。啊，德彪，你希望我走，你希望跟你唠的急一点，还是说，咱俩稳一点？稳一点，你站上来，稳一点，站上来。你一连上麦吧，我突然间他妈好像有点肾上腺素分泌似的，妈，我去尿泼你去，马上回来啊。什么？有必要吗？我天啊！行，祝你尿的愉快啊！你就在这尿呗。祝你尿尿顺利。来活跑了。天哪，这么一说，说的我有点紧张了。大头鹰竟然尿尿等我，哎呀，不是尿尿，然后再跟我再对线，这确实把我当个活了，真的是有点荣幸。哎，我刚才应该一上来就拜年的，把这事给忘了，你说。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祝大家新年愉快。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吧？难的。哎呀，刚尿过，吓死了！说的我，吓得我，这等的我就有点心里发毛，知道吗？他一会儿回来得给我整什么大火，我顶不住，咋整啊？快把门打开，这屋里面都他妈看不见人了，抽的快。来，德彪。哎，你好。来，什么活？来，我听听。要唠点什么话题？就是呢，我发现呢一个微博。啊。所以那边小点声吗？潮妈他已经承认了，就是后半部分是他的。啊，他不承认前半部分是他的，是这么个情况啊。什么谁的微博？潮妈的微博嘛。啊，感谢热评那个进来啊。完了呢？对，潮妈的微博。然后呢，他已经承认了后半部分是他的，但他不承认前半部分是他的。什么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说啥？是唠的是啥呀？什么前后？就是潮妈有一个微博，他的时间跨度从2012年跨度到大概2010年吧，大概我也不知道跨度到哪年，反正我操，还往回，不是怎么还往回跨度啊？从2012跨回到2010，我操，时间穿越了啊！说错了，2012应该跨越到2020吧？那具体我也不知道跨越到哪年，反正用的挺久的了，就这么个事儿。嗯，然后呢，他承认了，就是后半部分可能比如说2015年以后是他在使用。但是他呢，他说前半部分就是2012年到2015年之间呢，不是他在用，是别人在用，别人盗用他的信息，知道吗？啊，盗用信息是这么个情况。对，盗用他说的，别人盗用他的信息，然后冒充他在网上乱发言，啊，知道吗？完了呢？是的。然后呢，我这个人呢，我也没什么文化，知道吗？我就想请大头鹰，你见多识广，你帮我判断一下，这个微博就是前半部分，你说到底是不是有人盗用的？就是我想听。英哥一句话说，英哥你告诉我，我跟你说一个，我跟你说一个我个人的 Facebook 的真实案例啊。我原来我的 Facebook 老外名叫什么，什么什么，咋说呢，什么 Powis 不是什么玩意儿的一个名，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在国外你也知道，就拿手机号注册嘛，对吧？我拿手机号注册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手机号是属于二次放，因为我那个我是9995888，我这号我是整的号，这号之前有人用过，他拿了注册了那个 Facebook 了 ，Facebook 注册完了以后，他是不能改这个手机的，嗯，明白吧？完了，等到我在注册 Facebook 的时候，我拿上面就显示已有账号，就发验证码不就能登录了吗？我上去以后，我叫这个名。嗯，就是这个什么 BY 的这个 Powis 什么这个名，对，完了呢，对，这个里面的好友
啊，就是 Facebook 你应该玩过，这里面的好友包括他之前喜欢的加入的什么游戏社群，以及还有一个讨论什么逼玩意儿的，就是老外玩的那些东西，我根本都听不懂他们讨论什么，就是有点像那个老外解数独的那个群，老外不是很爱做解数独吗？解数独那个群，那些群体什么那些东西根本都就是在他那个里面永远都在给我发通知，后来逼得我那个 Facebook 我就不玩了，我中间玩过一阵，我把它改成我的名了。改成我的名，然后用的我的头像、我的照片、我的 Facebook 上面全都是，但是我的好友全他妈 BY 是老外，我还天天艾特我的圈，我的全他妈是老外，就好像我那个圈玩的多牛逼似的。但实际上那包括之前他，我当但是我实话实说，我没看过说留言会不会变成名字。假因为之后在之后等他们圈的这个我这个人，他们圈在他们里面搜的是抛维斯那个名，但是到这个我这接到的提示就是看他理了，你明白？到我这收的提示看他理，他们圈的是账号名，账号的那个号，不是你的用户名，重名的人很多，明白吧？嗯，明白。所以总结一下，您的意思是，就是说，如果说潮妈说这个东西不是他的号，那这个就是首先就有第一种这可能性啊。当然咱们客观说，我不能说你潮妈搁这坐着呢，我现实我们朋友，我不能说坐这儿来吧，那个这么多人我当你面来，我给你撒谎，我看你怎么滚刀。我们先说刨除他不承认的可能，外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极高的可能性，比如说手机号绑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说账号盗用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我再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老弟曾经用他的 QQ 号，我俩那时候一起玩个游戏叫 QQ 仙灵，玩他拿他的 QQ 号绑定的 QQ 仙灵的这个游戏，他的 QQ 号也是他自己的老的大号。当时他的 QQ 号跟我说哥那啥，赶紧的给我转3000块钱。我说你要干啥？他说我要买神兽，就是玩那游戏里面买神兽。我说怎么突然要买神兽？是神兽了？不是在什么神兽也不是3000块钱，他妈20000多啊，那个人民币啊，20000多。他有个卖3000的，赶紧着急。完了，我想那 QQ 跟我说的嘛，又不是游戏里面，游戏我会怀疑你有可能号盗了。你是 QQ 跟我说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但是啥，我从来没给我弟转过钱，我就起疑心了。完，我就给我弟打电话。不是，啊，你听我说，大哥，啊，说，我跟你，你听我跟你讲完了，你听一下这里面东西，你听完以后你会懂一个新的天地。对对对，就是当时我给我弟打电话，打国际长途，打了国际长途了以后，接了。接了啊，接起来了，而且是啥呢？说快，你快点，我先不跟你说了。这个口音完全不是我弟，当时我记得清楚，是个山东口音，完全不是我弟接的电话，我弟的电话号啊。我告诉你，然后他跟我说会钱，我就发现这不对，我就给我老弟他那个我弟妹打电话，给他媳妇打电话，他媳妇接了电话以后，我老弟说：“我操他妈 ，QQ 让人盗了，登不上去了。”我说怎么 QQ 让人盗了？你手机号他妈还让人盗了？没有啊！我说要我能打到你媳妇儿去吗？一打手机号空号了，我操，卡住消了，咋回事呢？他在这个事儿之前，就是在干那个 QQ 号丢之前，是申就是说他收到提醒，你的 QQ 密码已被更改，已生效。我老弟就是好奇，哎呦我操，怎么还改密码呢？于是他这边就申请，他这边就是人家那边利用时间差，骗子专门钓鱼玩的，利用时间差他申请。点击那个不是，如果不是你的话，点击申请获取验证码。验证码是另外一个号发到他手机里的。完了，这个验证码他就他妈直接回复了，回复到这边了。其实办的是啥？办的是他手机卡挂失的验证码。你说牛逼吧？在网站上申请卡挂失的验证码，八是直接手机号直接弄到人那边当场补卡，给手机给办没了。手机这边补上卡，直接 QQ 号给你改了密码，然后在游戏里面跟我要钱。当然这个事儿我之前讲故事，我给骗子号扒了，你敢信？我跟他说我在国外，我充不了，我是拿 PayPal 充值的，你把你号给我，我来给你充了，我把人号扒了。那我问你，假如说中间我们刚才说的是潮妈之前不是这个号，后回头通过注册了以后发现这个号是自己的啊，有没有这可能性？有这可能性。再说在始之前就是他的，中间不是他，后来又是他，有没有这可能性？也有这个可能性。能不能实现？也能实现。对不对？我感觉再去给你举个例子，说以前一直是他，现在不是他，这个例子就没有意义举了。所以你想说啥？我想说的是，你说的这种可能性，我说是有的，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你想说啥？然后，我想说的是呢，但是呢，经过我个人的，仅仅代表我自己啊，我仅仅代表我个人判断，我觉得呢，他
潮妈是在骗人的，就是我觉得没有人可能会冒充他，在十年前就开始冒充他，知道吗？这是我个人决定。然后我就想问问大头鹰你嘛，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微博？就是你帮我判断一下，你个人怎么认为？我好久之前大概扫了一眼，不太记得，我不太记得。要不你重述重述，我听听怎么着？哦，是这样的，是这个微博呢，从2012年开始更新，然后呢，里面呢包含他的照片，然后还是他的语气说的内容。嗯。然后呢，当然里边说了他自己什么爷俩套餐啦，什么这些东西，还有当然还有一些违禁词不能讲的，啊，然后呢，还有他的声音里边还有他，然后这个微博呢还给他微信导流，知道吗？反正就是看起来就是他本人，知道吗？就是基本你要说一个人是冒充的，那真的是冒充的，真的是一点破绽都没有。嗯，再给你说一个小实例啊，不是大实例。不是大哥，再给你说一个非常简短的，我曾经见过。一个女的，因为另外一个女的抢了她的男朋友，就其实那男的也他妈有问题，就劈腿，因为那男抢了她的那个，就是那个抢了她的男朋友，然后她就在网上注册一个号，就冒充这女的，到处去发布约炮信息，然后以及这个电话号也留的是这个女的电话。对，所以我想刚才我们把这个问题扯回来，就是我想问你大头鹰啊，鹰哥，嗯，就是呢。你刚才你说你扫了一眼，然后呢，你个人认为，你就凭你简短的扫了一眼，然后你我当时我记着有没有在骗人，是唠啥就唠你现在这个名的呗，爷俩套餐什么的呗。我就问、啊、你个人认为潮妈有没有在骗人？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你能我觉得潮妈我不是我咱说将心比心，哥们儿啊，我知道你一直纠结这个事儿，你跟你爸能一起干一个女的吗？可能啊，对呀、啊。你要能干出来的话，我就相信。你要相信的话，我相信你也能干出来。Okay, 我听懂了，对吧？就是刺激。不，我也就是说，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你不相信，就我觉得这个话说出来有点不是这个话说出来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是比如咱俩现在骂起来了，你妈的，我连你媳妇带你老丈母娘一起操、哎，就是这种感觉，别激动就是别激动不是我跟你不可能，我让你我让你见不是我没激动，我让你见识一下 B 站的、啊、我在 B 站的统治力。啊你妈，你个废物！你看、啊，没问题，就是我只是告诉你，别骂别人 啊，不，没事，对对骂骂狗，骂狗不算，在这边 B 站是有的特殊的规则。我只是跟你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说这个是当时抬杠啊，我跟你妈一起碎了，我跟你二姨都他妈碎了。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其实也没有说特别怎么着的。这话我年轻时候说多了，全家女性给你操蹦去了，我经常说这话。对，我知道你对吧？素质不高，我一直知道这是。哎，就我跟你都已经够客气了，没出正月。那但凡今天要是不是正月的话，我说实话，你这一会儿我都他妈给你撕开了都。对对对，谢谢你，是，谢谢你。啊、所以，我这是为什么今天来连麦，没出正月，咱别骂人哈。我就是回着那个话题，就是你认为潮妈没有在骗人，他就是被人盗用了，这是你的。你不是，这就包括就是，如果不是盗用的话，怎么又不是呢？就是、不是，我不是我如果你听不着吗？你咋你卡呀？我刚才就是如果俩字儿，假设俩字儿你听不懂 ，if OK if 它不是的话，就是如果不是的话，说出这话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怎么着的。这其实他这个你现实不了解他这个性格。刚才我们吃饭啥的，其实我感觉也跟更深刻的了解。我第一次见面，大哥，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合理啊。你听懂我的问题了吗？我可以再问一遍吗？就是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啊，我的问题就是说，仅凭你仅扫了那么一眼去判断，你个人主观判断一下，这个微博以前的言论到底是不是潮妈本人发的？到底是不是潮妈本人的发？我你要以我判断一下，你要以我判断，咱说的哪句话呀？你是哪一句话？咱们判断，要不你重述一下子？你别我别我记忆有错误。咱们重新重述一下，我感觉我确实不太记得这个事儿，你说我听听。那我听听他在，那我给你找一下他的这个贴图，等我一下，稍等一下，我找个稿子啊。你这应该保存到那个手机桌面上吗？你天天这么重视？那肯定的呀，我手机里全是他现在。不是你应该当手机封桌面，开车的时候没事开卡车看点的时候看的。就是手机桌面呀，这都是呀。啊啊，行啊，你说说我看看。咋说的？他的言论其实还是那个，就咱就说最著名的爷俩套餐的言论吧，知道吗？他就说他在，当然不是说他啊，是说有一个人啊，潮妈说冒充他的那个人，在2012年9月24号，
记住，这是十多年前了。就以他记忆，就以他这个性格，早说早20年前，说早20年前，年前他就树敌了，外面就有敌人，那就很正常，合理，是很正常。是，我就说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嗯，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朋友关心他嘛，然后跟他讲说你要用那个童男慢炖怎么，然后开玩笑的嘛，然后呢，长发就说啊，男人就算了吧。啊，早几年把好几辈子的男人都享用完了啊，何止是童男、啊，爷俩的套餐都试过，这个领域已经被我征服很久了，牛逼啊！但是就剩处女了，这方子对我不灵。就这句话，你觉得是不是他被人冒充了？我觉得冒不冒充都不重要，挺牛逼的，能说出这话的，很重要啊！我今天连了一早上，这都15分钟了，就为了问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挺牛逼的。我希望是他。不，我知道是牛逼，就我问你。我希望是他。是不是他本人？我希望是他。那他是不是他本人？他自己说，大哥，人家说是不是本人？你不得问本人吗？你问我，你怎么觉得？你怎么看？我觉得我看挺牛逼。是了，大哥。他说不是，那就不是呗。对，他说不是，我问你相信不相信他的话。我你别我什么叫背书啊？叫做背书，就是说我给他的话做担保。比如说，你们相信潮妈，相信我大头鹰，我跟潮妈一起向你们保证。你想，你需要我给你做担保，你需要我给你做担保，没问题。你先拿什么资格跟我对赌？需要做担保。你拿什么资格跟我对赌？我你需要我来背书？哥们，10年前我也不认识潮妈啊，我哪知道啊？10年前你认识潮妈啊？所以说你不愿意给潮妈背书，是不是？你不用这么说，我可以背书，我背书有我的代价，对不对？可能比如说，你看大头鹰，你连这你话你都信啊？他都是怎么着？你看我可能身败名裂或者怎么着的？如果我给担保，你拿什么做代价？你拿什么做代价？我拿潮妈跟你的友谊做代价。你拿潮妈跟我的友谊，完了我赌我跟潮妈、啊、赌你拿潮妈跟我的友谊，完了赌我跟潮妈会不会翻船？哎，我这个举这个例子，我可以这么举吗？哥们儿，你这个例子有点像啥？有点像我拿你妈的命赌你爸的命。你妈要是比你爸先死，你爸同时死；你爸比你妈先死的话，你妈同时死。我没破房，那你这个赌的他妈合理吗？你动动你那个脑子，你一天你跟他妈老 GPS 似的，你存人肉 GPS， 你个老开车的，你动动你脑子。我没骂你，我没骂你，你这例子举的不合理，你他妈拿啥赌呢？你这逻辑左脚踩右脚上天了，上天找你爸呀，铁子。你别激动，哥，我们换一个啊，那换一个行，那换一个，那行，有商量行，那你说。但是在换之前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有知道吗、啊、如果潮妈是我的朋友知道吗、嗯嗯、别人一分钱不给我、啊、我都要给他担保，我就是这样。如果潮妈这件事来，我给你担保一个，如果潮妈愿意玩这活的话，我请客吹帮蜜妈的事儿咋说，我请操，我下不去这手，他能替我干这事儿。明天摆娘俩，说你媳妇跟你丈母娘摆着一起，操，你丈母娘现在干不拉叉，里面都带倒腾事儿的。我没骂娘，我跟你举例子，铁子，你别老破房。咱举例，你老破啥房？我举的例子是你老丈母娘现实干不拉叉，跟他妈那个老仙人掌带倒刺儿的，我肯定是指定是不敢往里头搞，对不对？但潮妈要是敢玩这个，我买单，得了呗。就像啥，就咱俩现在搁美国，咱俩现在就举个例子啊，咱俩搁美国，咱俩上拉斯维加斯，在那个高那个楼上摩天轮那不有个蹦极的那个吗？咱俩玩蹦极，我这话我跟你举例子嘛，就是说你要敢玩蹦极，我请客，你敢玩吗？刚才聊那个话，就是朋友，你又开始举例子，那你看那我说的例子不合理吗？就蹦极你敢玩，我请客吹牛逼，我就不信你敢去，你胆儿这么小，你肯定不敢去。咱就说朋友的话，这个不过分吗？就咱一点点聊，咱刚才聊到了，就是拿什么代价嘛，然后我就扯了一句嘛，我说那你这句扯的，那我也是扯了一句，开玩笑嘛，你别往心里去，你别讲他了，讲他有啥意义啊？我们现在不是一点点往回扯嘛，一点点往回扯，啊，行，一点点往回扯，行，你说，然后我就说，如果潮妈是我的朋友，我一分钱不收，我要给他做担保，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对这个是什么看法？如果潮妈愿意玩这个活，我请客，小费我给他们打到够，咋说？刺激啊！玩哪个活？爷俩套餐呢，他要愿意玩的话，我请客，我是下不了手，我都说了，哥们儿，现实老外我是接受不了，我就说这咱我就只玩中国人的，我没扯开话题，就是咱们是同类比嘛，对不对？一个是搞里头，一个是被搞里头，这不一样吗？
对不对？说的是，如果潮妈是我的朋友，我一分钱不收也要给他做担保。我没收钱呢，我还掏啊！我操，我这个逻辑可比你牛逼！你一分钱都不愿意收，你做你可以做担保，我能掏钱去干这事儿。搁美国这活少说得三千起步吧？不是，哥们儿，这活搁美国少说三千起步吧？你说一千不收给他做担不做担保，我他妈倒搭三千，我请客，咋说？我请客。你不是说要你不刚才是你别你别不是德彪这个事儿，你已经纠结了将近有半年了吧？到现在。差不多是不是快小半年了？肯定得有小半年了。啊、你咋的了？是不是你爸听完了以后高兴了？你爸是不是潮妈粉丝？你爸现在是想凿吧潮妈一双，想带你一起去。我们你又在往外扯，再往外扯，我实在不行的话，我帮你说说情，我帮你说说情。我为什么追了他半年？你其实我告诉你，潮妈最后他其实不是潮妈，不是接受不了你爸，潮妈是接受不了你。你又开始扯了，你注意一下，直播间4000人，我注意啥？来，那个这样的，来直播间4000人，一人打一句 C N M 啊，什么意思？操你妈的意思！来，我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素质。大哥，C N M， 操大头鹰的妈！你不用滚刀，你不用滚刀，哥们儿，是啥？谁自己知道就得了呗。大人抬走我不聊了，是不是？你看，四千人一起骂你，你瞧。不是，怎么还整出 CAM 了呢？操啊妈，你这干啥呢？会这哪儿的？怎么他俄罗斯的进来了？CNM， 俏里蛙的缩写，打他妈什么玩意儿？这整出 CAM， 还整出 CAN 了，整出英文来了。你给那个德彪嫂子看都看不会了，你给德彪嫂子看不会了都。怎么懵逼了？我话给你扔这儿了。怎么又破防了？搁国外我没破防。破防了。你干嘛叫这么？不是你干啥呢？我哪叫这么？我你后面都没叫你名，你怎么叫骂你呢？这样的。是我。啊，行，可以了，骂的不是我。行啊，好，那个这样的重新打，听指挥 ，C N M 啊 ，C N M 后面空格奥德彪，好吧？那我们指向性的一下，要不指向性一下，你总觉得好像不说你似的。现在骂人了，是不是？哎呀，我承认了，你看可能你能怎么着啊？承认了，操你妈，奥德彪！没素质就没素质，我那你看，你要觉得说不过了，你搁那哭鸡尿腚的。我说实话，以前他说你是女嫂子之前，对吧？男嫂子之前，我还觉得你挺老爷们儿的。你现在就整这出奥德彪，你整这出，你确实娘们唧唧的。你看，你像他妈那个老娘们骂街似的，你就好像你妈一大早上去买大白菜，是不是？你妈去买大白菜，一屋3.5，不愿意给你去打折。你像这边，你喊到哭有啥用呢？我好奇了，奥德彪啊，就你这个选手，我这好奇，你这个语言水平，你跟我破什么房？你现实开个卡车，一会儿你在翻沟里头，大年没出正月，你现实翻到沟里面以后，你破房了，你喊啥呀？你站起来，奥德彪，我觉得你还是有一战之力的。站，我给你30秒时间，我听一下你说啥。来来，我听听，来，来开始说，我听听，30秒。挣不到一分钱，赚中国人的钱，操你妈的傻逼玩意儿！给美国人交税，你爱你妈逼的爱国犯的，操你妈的傻逼玩意儿！就你这个逼样，赶紧抬了我！操你妈！我骂你我都骂累了，你骂了个逼！30秒坚持不了。你现实30秒坚持不了，奥德彪。奥德彪，我给你打个样，骂人不能老是重复，你不要老。你这种很 low， 你现实啥能的没有。来，我给你讲一首奥德彪，歇会儿，喘口气儿。来，你先喘口气儿。你看你，我跟你说，来，我告诉你应该怎么骂奥德彪，听好了啊，就你这个，你现实跟他妈老娘们是你逼逼呲呲，你妈少给你2块钱大白菜，你都得他妈搁这哭。你喊你妈呀，你讲话，你要玩不起互联网，你就别玩，给你2句破防半年，你瞅给你爸馋的。你爸天天看着潮妈对着手机哐哐搁那揪，那现实海蛇都他妈成干了，干巴拉瞎的，这顿他妈搁这揪着。大儿子，能不能你商量跟潮妈咱玩一手父子套餐？你妈逼，潮妈到最后接受不了的不是你爸，接受不了是你，你不知道吗？你现实跟他妈小酸黄瓜似的，里面带着他妈顶花带刺的。我说啥不好听，你媳妇当年他妈降服你，用过啥你自己不知道吗？你孩子长雀黑，你自己没点逼数吗？你他妈长那么长的眼睫毛，你现实孩子都不是亲生，你喊你妈了个。你存他妈一个开卡车的废人，你这个样的，你上互联网要鸡毛画面？曾几何时，你不也是想在互联网当个网红？就你这个，你能当网红吗？你是嘴跟得上还是脑子跟得上？我就这么咣咣骂你，你说那是个哦，你妈，你还能说出别的东西吗？就你这个水平，你能跟我挑战得了吗？你跟我叫你妈哪儿呢？我就好奇了。你现实开卡车选手在美国，我开卡车一个挣17000，你这么牛逼，你上互联网要你妈画面？你不是在他妈闲暇之间上抖音上面
打发时间吗？说白了，你在抖音上面跟人吹牛逼，跟那些新来走穴大哥吹牛逼。来，我要搁美国开卡车，一月挣17000。你吹牛逼的时候又不是你了，你现实过什么生活？你告告我，你现实买他妈你老来猪，你买来猪媳妇，你媳妇回家拿他妈童子尿给你泡的，给你做点他妈那个 红烧肉，让你在道上吃，每一顿都让你当最后一餐。为啥？你干这活有今天没天没明天，你他妈挣钱出不了，你直接是大山沟子右转弯，你一脚急油门，你哭哧一脚你就得扎去，你指定得没，你拽着你那个没用的死爸，你带着你爸一起，你他妈你俩一起阴曹地府，来世我们还要做兄弟，是兄弟就来砍我，你跟你爸俩一起走，明年你俩一起当个双胞胎重新投胎，你俩合计他妈逼的等到朝妈60岁之前啊，我他妈也能到20，我长大了，我18了以后，我跟我曾这个上一辈子我爹啊，这一辈子我的孪生兄弟，我要一起去干朝妈，结果铁子，我跟你说，你他妈当时你不认识英文，你他妈人道不走，走狗道，你俩他妈逃狗肚子里了，你俩同胎一起，还给你来了9个一窝9胎，你带你爹在你们老丈母娘，你媳妇了嘛，说一窝子连公带母的，你妈才生了，你们家生的他妈9条狗，关键是最他妈可恶啥，你家他妈生头哪头他妈鸡窝，那个叫什么磕鸡窝去了，你们全家现实加一起9个人，每人4条腿，49、36条腿，36条腿加一起不到1米长，你纯他妈腊肠加磕鸡，田你现实连腿都没有，你跟老壁虎说你生出来以后3月还搁地上爬，你带着你爸，我说不好听，你连壁虎都干不上，就你这样你还父子套餐六子套餐的，你说你让动不动就破房了啊，好像你自己都有战斗力一样，完了呱呱唱你妈你傻逼，唱你妈你个傻逼，你跟老婆语言复读机一样，怎么的，你梦回卡在你的童年，12岁那年你爸给你买个步步高语言复读机，让你好好学习，你现实跟他们复读机在对骂，你录完了音以后，你当时你能多新奇，拿个复读机按上录音，你妈播放，你妈你他妈跟复读机干起来，你个傻，你爸当天都报警了，说你妈我儿子当时好像走火入魔，好像什么冲上了，你妈我还跟他妈步步高语言复读机骂一下，我操你妈，你妈你是多一句你也不会呀，哥们儿，就你这个语言水平纯他妈滚刀，你能行吗，我问问你，就你的，你跟我挑战啥，咱都不乐意说，你再说你爸那辈，你爸到现在今年65了，你爸是处男，你自己不懂得怎么回事吗，你爸现实一手指头没碰你妈，你爸一着急你妈的话根本就放不进去，你现实都不是亲生的，你跟你爸确实有可能是哥俩，你俩来世还能做兄弟，是兄弟就来干你妈，我跟你说就这么简单，你爸跟你妈结婚了以后，其实你是你妈跟那个你老舅生的，你明白吧，你现实近亲结婚后代，你行行，你像此时此刻开卡车那个画面啊，一头白色的大卡车，上面造雀黑全你脸的，两边是大烟囱，烟囱两边哎，是冒着缕缕的黑烟，车徐徐的向前进着，此时你一脚油门超过这个大卡车，车里面坐着一个男的，这男长什么样，两边头发没剩几根，中间秃的是一根没有，从左边刘海的位置直接拽右边的拽了3根，哎，往车里头一坐，一走一过车看啥呢，耳朵上戴个蓝牙耳机，现实就这么大不长，哎，冲着手机一边开车一边这有叫妈你妈个你现实跟他妈好像要死似的，你好像让他妈那个啥，你好像那个水泥鳅附身了，你在车里面咕咕搁那喊，你喊有啥用，哥们儿，你就搁这骂一天，我能编排你一天，我一点不吹牛逼的，我告诉你，你到美国那第一年，那是你最难的那一年，你当时上 DMA 办驾照，你让他妈老黑现实给你摸手了，摸你手直接给你摸那小海螺子一拘灵，当时一嘚，我操，咋的了，怎么还有这种奇妙的感觉，当时你就上了 DMV 的洗手间了，从此以后你到美国你就他妈是第三性别了，那个时候确实早，此时此刻117种性别打开任你选，你直接当他妈沃尔玛购物袋，你当 Costco 门把手，就你这样的，你现实喜欢老爷们有事你就说就完了呗，我说不好听，你搁抖音上想连我多长时间了，你自己你馋，你是不是馋我了，是不是馋我身子，给你看看奶，你妈你馋我身子，你自己没点数吗，你天天馋我，你能得到我吗，今天是你人生高光时刻，你记住2024年你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就是跟大头鹰对话将近有30分钟的时间，但是大头鹰光光给你一顿碾压，你也记住这也是你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事了，到你闭眼那一天，当然其实也不远了，就是今天晚上，你今天晚上就得闭眼，你的大卡车直接扎山沟底下，你直接带走你爸，你爸那么没想到我藏他们后备箱让这
发现了，你带走你爸，你爷俩一起投胎，这个故事咱们前后就给你接着了。你到美国说让老黑一摸，你又不趁你在他妈洗手间自己捂着自己嘴，你当时给他妈 DMA 洗手间的镜子上按摸的全是指纹，这手捂着自己嘴，呜呜你不敢出声，你他妈让老黑咕咕给你一顿翻，你剩下了后面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他妈坐错便上都没下来，你提了个手机，手机充电器插在旁边这个吹风机的口里面，你在厕所上坐了一个礼拜，你媳妇给你做完饭，为你为什么想在厕所吃啊？到美国就是特别，到美国主打自由，你他妈搁厕所上吃饭，说白是上门吃下门出，你一点把门没有，现实给你阀门干坏了，给你大阀干坏了。我说吧，我听上回你他妈你发那个视频我都看了，你现实开卡车的，你他妈给你家洗衣机管子拽下来了，我就好奇你拽个洗衣机管子你揣得上卡车干啥？我最后终于想明白了，铁子，你现实阀门坏了，你阀门坏了以后，你的洗衣机管子直接通上了，这边通窗外，从你旁边那车走过去以后，你讲话，你这边一着急，蹭，妈蹭，不，那边噗噗的往上冒点屎，你现实刚漏了，你老滚刀选手，你给我喊啥呀？你说你在那喊来喊去，喊到现在，你妈的，你喊那有啥用？你有战斗力吗？你在我面前跟个弱鸡一样，老弟，我真的不是不愿意编排你，人家这个 B 站都说了不让编排妈，所以说我一直都是可以啊，禁止那个骂人、嗯、啊，行了，那个别骂了啊。咋？我刚才号丢了。哎，我刚才号丢了，我号丢了，不是我，咋的了？操你妈！谁让你关麦的？操你妈！我没关麦，咋的了？你傻逼！这谁呀？继续啊！操你妈！就这两下子？傻逼！别怂啊！拿啥呀？操你妈！这才拿啥呢？你是不是？你看你这人素质怎么这么低呢？你怎么突然间骂人了呢？你不行就别停啊！操你妈！不是你先骂。你看你这，你这绕来绕去的，你水平何在呀，哥们儿？那咱俩照着抬走唠啊，那行，那咱俩直接就到照着抬走唠吧。你这样式的，那个奥德彪，我搁这骂了半天吧。说实话，你这个水平确实跟不上。我给你30秒时间，我整两口，我冒个烟儿。我给你，我没逼你卖，我给你30秒时间，我整两口。你看着没逼你卖，你他妈背后还有妄想症，没逼你卖，一点没逼。我30秒这口烟抽完之后啊，我希望你有精彩的表演，因为接下来我将去给你开皮，我带你感受人间制高点，好不好？啊，你现在开始喊吧啊，给自己记点那个，你妈废物，来，你接着喊30秒啊，来。骂了贱货，继续骂呀！操你妈的，你妈了个逼的贱货！他妈的不是你要先骂的，骂完了他妈的又要停，他妈怎么都是你？你别停，你这嘴确实不行，你嘴不行。你个鸡巴玩意儿了！你妈了个逼的！你想骂就骂，想停就停！操你妈！你以为你什么鸡巴玩意儿？那你开始。你个逼样还想跟我对喷？你妈了个逼的大贱货！操你妈！郭丽是你的朋友，你他妈都不敢说一句，说这个号就是被盗用了，你都不敢说一句，你在那个扯你妈逼呢！你妈了个逼的！你们这些人，操你妈！咋没声了呢？铁子，车翻沟里了。哎，你妈了个逼的，好好跟你讲。哎呦，吓我一跳！没事，接着说，接着说。操你妈！接着说，我给你30秒，快点的啊！讲，你他妈的你不听，操你妈傻逼，妈非得骂人，现在爽了骂你又骂不过，讲又讲不过，你他妈那个逼的还是你的主场呢，操你妈的贱货！就你这逼样，他妈还想跟我对喷，你妈了个逼的！你讲了别激动，别骂人，操你妈的，你就是忍不住呀！你说你贱不贱？你妈了个逼的！你骂了也行啊，他妈的骂都骂到爽，他妈的骂五个人，骂到我再给你最后5秒，奥德彪，15秒，他妈的五。你妈了个逼的贱货！操你妈！没见过你这么怂的。三。逼玩意儿！操你妈！贱货！傻逼！赶紧滚吧！傻逼！踢了我！操你妈！听话！踢了你我！操你妈！赶紧听话！赶紧听话！踢了我！哎呀！踢你妈了个逼的贱货！我寻思他妈坐的舒舒服服的吧。傻逼玩意儿！他妈的不是想骂人吗？来继续！操你妈！骂不骂了？傻逼！骂不骂了？傻逼玩意儿！操你妈！你说你反来覆去就这么两句，你快把嘴闭上，听我跟你说说吧。操你妈！你个纯废物！你个。你上互联网救你妈板，就你这两下子反来覆去，从他妈开始到现在30分钟，一共他妈的16个字，反来覆去没完。你妈废物，你妈这个那的，你有啥用？铁子，你现实活了有啥用？钱钱挣不来，事事干不了，就你这个样吃屎长大的。你媳妇现实搁外面都有人，你自己他妈没点数吗？天天搁外面开卡车，给你牛逼坏了啊！这他妈行，那他妈行的。你现实想当网红当不了，你他妈天天想蹭。你没有这个嘴，你就别吹那个牛逼。讲话你他妈还整首精神胜利法，我赢了，我赢了，你赢你妈了个。你在哪儿赢了？我说实话，你长得跟他妈苍蝇似的。你哪儿赢了？你告告我，你他妈能说出几句话来呀？对不对？你他妈，你回家把你这个视频呢，给你爹看看，给你妈看看。就你这
但是你还赢了，你爸当时都丢不起那脸，你爸原地拿起他妈逼那个牛排叉子，直接哭给自己插了半小时。我去你妈，我快死了，怎么生这个玩儿？但其实你爸不必内疚，你根本不是你爸亲生的，明白不？怎么的给你抬走了？我可没动你，谁动你谁是儿子，真的。就你这样，你说翻来覆去啊，我还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妈，你能骂过谁了？我不说吧，门口啊，搁东北狂喷小王子，12岁小学毕业，你都骂不过，就你这样，你光光搁这喊滚刀来滚刀去，就他妈这两句，你一说话他妈娘们唧唧，你都出哭腔了，就你这样，你都可以上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子虚网上不上哪儿，你都可以去配音，你给容嬷嬷配音吧，你瞅你这个逼给你急的，人家飘飘爷俩套餐跟你有你妈的关系怎么的，没钱没让你爷俩挣着，你难受了，你爸现实就等他妈一个月那1500块钱劳保，这个月他妈逼没给你发下来，他就想跟那个班啊，不行我给长妈服务一下，你上去哭吃给你爸个大伯快，好像给你爸打个跟头，为啥你这钱他妈能挣吗？差他妈他天天搁网上骂我，那讲话向前低头磕碜吗？不磕碜的话你怎么干上卡车司机了？原来一个月17000，现在狗剩7000块钱，你怎么还干呢？对不对？你不也是招没有吗？搁美国待那些年，一句完整英文说不出来，我都不乐意说。你跟你车里面摄像头那个视频，你自己看了没有？你他妈到那个取货门口啊 ，Excuse me, number 15, yeah, pick up, 我多一句你说不出来。你干啥？你开卡车上他妈15号，你就直接去拿货去了。你还会啥？你还有啥？你这辈英文多一句听不懂。那讲话了，上回你上麦当劳去点餐，你点个他妈 number one combo, 人跟你说薯条没有了啊，等会儿得跟现炸，不行的话我给你换薯饼，行不行？你这个啊，你拿出你的 dictionary, 你拿他妈老电子词典搁那翻译半个多小时以后，发现啊，说的是薯饼，我翘里吧，就你这样，你还妈我给美国这个那，你搁美国狗不是，你现实大骂娘卡的，就你这样，你到美国以后旅游往那一黑，黑完了以后，讲话骂个娘嘛，无所谓无。所谓是你这个样，你肯定也是没有那个政治觉悟啊！你个人拿完骂娘卡往美国一待，怎么的？你混他妈的这个人五人六了？你混起来了吗？你现实一个月给你家就他妈寄1500块钱人民币，你寄他妈200美金给你妈，你妈还得好大钱没？看我大儿搁美国挣他妈200美金，你这样你他妈感受过啥呀？最后那媳妇咋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跟你媳妇满打满算认识6个月，你还他妈当时都满月办完了，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咋回事吗？还他妈整个你媳妇当时哐哐给你洗脑，哎，你老公你骨骼惊奇，你知道吗？其实你骨骼惊奇，你生孩子你啥你都比别人快，真的，别人他妈得3分钟，你一共3下子完事了，你妈赛雷3秒钟的号给你得，你妈你活的你给你这不是最适应了吗？对不对？啥你都比别人，怀孕也比别人快，一共5个月，孩子生完了以后他妈出来直接摆满月酒，把你全美国朋友全都找出来，你们仨他妈干啥？打了个斗地主，你妈在美国你就认识一个人，现实干啥？现实跟你一样开卡车的，你狗不是，对不对？人人你不认啥啥你不行，他妈你可苦劳干修卖干了10多年，你总算他妈的是给你他妈父母啥了嘛敲都他妈申请过来了啊！到你跟前你就以为他妈那投奔你多牛逼，你家现实一时半，你爸住他妈哪儿？你爸住煤气灶上面，你有天晚上梦游悬点给煤气灶打了，原地给你爸直接火化了。第二天你爸他妈大拇脚趾头烧他妈半分熟，你等个啥？早餐正好没做，我他妈拿点孜然给你爸脚趾头吃了。你家有地方住给你爹妈叫？就你这个蛋，你能过上啥日子？你告告我呀！你妈在国内到最后含恨而终，为啥？你妈跟着你的亲生爹，他妈跟你爸走了以后，他俩哐哐天天跳广场舞，给你爸那老大黑白相片，还有你小时候他妈露个小鸡人的照片，给你摆他妈那个轮椅上面，天天冲着你俩跳跳那个他妈广场舞，跳到最后跟他心爱的王叔。啊！直接他妈原地，他俩原地归西，都他妈没说看你，也没说给你打个电话。就你这个样的，你到最后你都不明白自己咋回事。你亲生爹妈已经葬身那个绝情谷底了，你还有心搁美国他妈开个卡车？到最后你爸给你编的时候谎言，你信了啊？你妈最后跟你王叔走了，你以为那是你亲爸？你爸到今年65，你爸是处男，不信回家你给你爸小鸡儿皮翻开。他翻刚才我抬走的时候，我给他看字幕。呵呵，制裁1分钟啊，别过度制裁。抬走1分钟，别过度制裁，合理合理合理。不是你们没懂壁虎的原因，壁虎是他的签证类型，申请的政治庇护。这个老庇护选手上来，就是看呱呱要画面。我有时候有好奇，德彪，我知道你现在听着呢，我好奇啊，就你跟我们降完了以后能咋样？就是比如说今天，哎，完了，大头鹰真是没撕不过你，大头鹰真是没说过你，完咋的？粉丝都去给你当粉丝了，明天管你叫大王，你也能整个女粉圈，你跟他们当姐们儿，你先是跟他们一起搓澡去，
你滴了你爸那个酸黄瓜，看这是我爸酸黄瓜，你给我不是，你就掰着赢了有啥用呢？我好奇了，对不对？你为你那30 Q 币，你这啥稿费你是挣不着的，你没在人家编制内，你要真差那30 Q 币不行这样式的，你回头再上麦，你上麦，你这样式的，你就说直播间的都是你爹，就完事了，我们指定能给你拿出至少300，我话给你扔着，我给你拿出300了，你赶紧10块钱稿，你玩这么长时间，你他妈没有一次成功的，你想拿个投名状，你说你让人骂的，回头你又得上抖音的那个节目了。哔哔哔哔，从头到尾全快板，咣咣咣一顿快板，一顿电报音，主要是个瘦。